好还好。等我一下。谢谢小牛肉关注，我去把这个美瞳画了。刘哥，哎呀，我疯了！不要哭呀，这些人太不要脸了。梦上眼，假装天没黑。下午打完我看你的美，闭上嘴，你身旁扎堆玫瑰，我像是另类。我。保持应有的谦卑，爱无声无悔，白蔷薇得不到你的恩惠，终究染上了灰。我比不上他，他，他，他。那他俩，他俩咋的何扯起劲了？对你的爱深深的无比复杂。谢谢我平生，欢迎学谦哥。被他俩打得好起劲，谢平生，谢平生，这磨合，为什么没开出个好的呢？还是会黑，开出个好的，我今天就好一点。要开到心问啊，一整天只是偶尔幻想你在我身边，在我的对面，你温柔的眼抢头条，道歉一百乘到三十啊。好像身边的还隔了哥哥，我不太可怜，只是习惯永远都去为了别人成全，我比不上他，他，他，他。一百变成了一百票，变成了三十票。对你的爱深深的无比复杂，也单纯的可怕，我比不上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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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能够把你留下，我的爱在你面前一丝不挂。就一百票变成了三十票是吧？十块钱变成了三块呗。磨合应该两个。欢迎菲菲，我只有一个，对，好像有两个啊，我有两个，我看到有两个的呀。我不是有两个吗？我看到有两个。还好你救了我一命。我上面只能看到一个，欢迎潇潇。
真是好坑啊，这个坑人吗？我看一下我今天的任务，我下三六六，他只要你乖。关了关了，好的啦，如果不关头给你打歪。欢迎小欧，又被你气到了，真的吗？嗯啊，这样吗？嗯啊，八九幺零零，主播小姐姐多大了？十八，永远十八岁。啊呸！怎么了嘛，你一个男的好意思问女的年龄，你真的是，你不知道女生的年龄是不可以问的吗？女生的年龄是不可以问的。现在没有人问年龄了，现在都是问什么呀？欢迎花椒用户。现在都是问三文是吧？好好好，我俩想到一块去了，快乐的不亲。啊，你懂了，当然懂了。快鱼叔到底多大了？你应该让一个就说 ABCD 让我选一个，应该让我选一个。恭喜你答对了，可是我没有奖。恭喜你答对了，可以赶紧给我奖励。答对了，是不是可以给我奖励了啊？女一。我感觉一只手的话好像不太行，就奖励一半。一手应该握不住吧，一只手、哦。欢迎我很坏，喜欢先关注。喜欢的大哥。不就是这么点爱好吗？真的是。欢迎开心。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，飞到了路灯边。握不住就行。欢迎家人。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，飞到了我的童年。那时的母亲姐喜欢吗？长出白发，人生中如此耀眼。你猜。